Formosa Sexy 干扰似乎还不够有效，这次我们看看梦想家找了乐天女孩联合干扰会不会有效。只是 Formosa Sexy 包括了乐天女孩，但是你的高大哥已经上线，两发都进，完全不受干扰。对，阿吉翻哥大长路感啊，是吧？现在对于高雄来说，这两个浪联合干扰验证结果似乎不怎么有效，还是学学工程师的气球甩动干扰吧。欢迎留言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